楼的顶楼加盖，窗户窜出火舌，火警发生在昨晚深夜10点多。警消获报赶到现场，迅速布水线抢救。在福华街75号，4楼的楼顶加盖，铁皮屋加盖，5楼有3位，那有2位，我们有那个疏散出来。一对夫妻被抢救出来，但他们35岁的女儿不幸葬身火窟，陈尸卧室内。起火原因将待火调人员调查。突发中心基隆报道。